打乌龟洞不就这大吗？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这就是谁？这是已知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也是已知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求他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现在谁是未知的？最大。最大是未知 ，S 是未知吧？未知的。那你直接拿第一式的除以第二式的，把 S 给消了不就行了吗？嗯。那就是 J 零比上 J 零加上最大等于 P 零 比 P 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看怎么能口算快点啊？怎么快点？P 一 J 零乘到那地方去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再除以一个 P 零，再减去 J 零等于最大，是这样吗？嗯。这杜老师口算的啊，反正不保证，反正就把这个谁把这大解出来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口算是这个答案啊，如果算错了，杜老师不保证啊，不予投诉啊，你再自己再算一遍啊，反正我口算是这个，是吧？节省点时间做下一题啊。上海的中考题，你看上海就喜欢考这种啊，咱们北京在北京不喜欢考大题，北京喜欢考计算题啊，好多其他城市啊，广州啊，什么天津啊，他们喜欢考什么呢？他们喜欢考选择填空啊，上海就喜欢考压轴题啊。欣赏一下，实心均匀正方体 AB 放置在水平地面上啊，重力是相等的64 ，A 是 0.2 ，B 是 0.3， 正方体告诉边长了，那说明底面积啊、体积啊，是不是现在都告诉了？嗯。告诉重力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不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好，还想让他们干嘛啊？嗯A 得地面力加强，这太简单了啊！我都差不多能口算上来了，是选这式就行了。嗯。A 的重力多少？64牛。底面积呢？0.2的平方。那就0.04呗。嗯。平方米呗。对。64除以4是多少？16。16再乘以1600吧。嗯。这口算出来的啊，这个我敢保证没错。A 和 B 的密度之比。哎，你看 A 和 B 质量是一样的吧？对。质量一样，密度之比等于什么呀？等于体积的反比。哦，等于体积的反比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体积的反比多少？边长的。边长的三次方嘛。对。它变成三次方嘛。嗯。它变成三次方是8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它是27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就27比8呗。对。是这么回事是吧？嗯。这么回事啊？哎，我觉得上海的压轴题不可能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嗯。不可能这么简单啊！看看第三题啊，正方体 AB 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取相同的厚度，也就是说，你 B 要截一厘米 ，A 也得截一厘米，是不是？嗯。好 ，AB 剩一部分对水平地面的压强是 PIP 跟 PBP。比较 PI 撇跟 PB 撇的大小 ，S 的取值范围，哦，那就是你切走多少的时候是 PI 撇小于 PB 撇的，切走多少的时候 PI 撇大于 PB 撇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可能切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PI 撇等于 PB 撇，是不是？对。都有可能吧。嗯。好。哎，正方体切完以后是长方体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脑子里难道不？你心情难道不澎湃一下吗？杜老师这节课重点讲了一个公式，就是什么 ？rho gh， 是不是啊？嗯。你看切之后能不能用？可以。切完之后还是可以用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我们这节课尝试一下啊、哦。那你是不是得先推一下呀？对。对吧？嗯。哎，你看推一下啊，正方体嘛，对吧？等于重力除以底面积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等于一个 rho v j 除一个底面积，是不是、啊？嗯。等于一个 rho s h 小 j 除以 s， 是不是、啊？嗯。等于就这也是，先把这个放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那 PIP， 你是不是要切走一个高度是什么 ？h 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我就用写什么呀 ？PIP 就应该是等于一个 rho i j。原来是原来长度多少啊？0.2。原来是0.2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再切走了多少 ？h。那剩下的0.2减 h 是不是啊？嗯。PB 撇。那就是 rho b j 0.2。哎，不是，它不是0.2，它是零点几？0.3。啊 ，b 是高度0.3，是不是啊？嗯。
在 TestOS 是不是这样？是。PIPP 表示出来对吧？嗯。好，它让咱们比较 PIP 跟 PPP 的谁大谁小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数学老师肯定应该教过你如何比较两个数的大小。嗯。怎么比较的？做差，或者是做商。做差就要跟谁比较？零。哎，那就是那它减它，看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还是等于零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要做商呢？和一比较。哎，那就拿它除以它，看它大于一还是小于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 a 除以 b 要大于一的话 ，a 就大于 b， 是不是啊？对。a 减 b 要大于零的话，说明 a 就大于 b， 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这些做差型、做商型的？做商。其实都一样啊，做差也行，做商也行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做你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做商了啊？因为你刚求出来。a 和 b 之是二十七比八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干脆让两只两一比，这是二十七比八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行，那我就用 PIP 比上 PBP， 它等于这块除这块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小这小这消了吧？消了。那 row i 比 row b 多少？二十七比八。二十七比八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是。0.2m， 这零点二米减 h 是不是啊？嗯。零点。三米减 h 是不是啊？嗯。如果它要等于一的话，它俩就相等。它俩相等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现在可以让它等于一去解这 h 对吧？对。如果它大于等于一呢？嗯，就是 a 比 b 大。哎，如果是大于等于一的话，那说明现在此时的 PIP 就应该大于等于PBP 是不是啊？嗯。小于等于一的话，那你 PIP 小于等于 PBP 是不是啊？对。那我现在就减一个，现在给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减大于等于一吧啊。大于等于一怎么减这个？跑这边来，那就是应该这个式子啊。那单位我不带了啊，零点二减 h 这多少？零点三。三减 h 大于等于27/8。二十七分之八是不是啊？嗯。交叉相乘嘛。对。哎，没问题吧？没有。我可以把二十一乘到这边来，它乘到这边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个等号是不变的，对吧？对。都是正数嘛。二十一乘到这边来多少？五点四减二 d h 大于等于二点四减八 h， 是吧？嗯。好，那就是我得把这二十七 h 移到这边来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就等号不变吧？嗯。二十七移过来，二十七减八是多少？十九。十九加八，二十七，对，这二点四移到这边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五点四减二点四呢？三。三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这 h 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19/3米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也就是说 ，h 要是等于19/3的话，要什么关系？它俩相等。我得找个地方写下来，写这个。没地方写了，黑板没多少用完了啊，那就下一页啊，这再见，待会再见啊。就是当。h 等于19/30，这个 PIP 等于 PBP 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如果是 h 小于19/3的时候，那就是 PIP 大于 PBP 是不是啊？对。你看没弄，要不容易乱啊。h 小于19/3的时候，h 小于19/3的时候。PIP 别着急啊，这容易乱。PIP 是大于 PBP 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。那还剩一个 PIP 怎么样？小于 PBP 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掉个头 h 怎么样？大于19/3米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这就做完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发现还是肉质还是好使啊，对咱们这节课的收获啊，这几个来着？压力跟重力关系对吧？嗯。叠加问题对吧？对。叠加问题要求出压力重力关系对吧？嗯。然后就是什么切来切去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呀，抓住一个固体像如果形状规则的话，肉质也是挺好使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这个搞定以后，哎，咱们就可以这样了啊！哎，这样了。下节课见。哎，同学们，这还不能再见，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赶紧回来，出教室回来。为什么回来呢？杜老师感觉刚才有点问题，你发现没有啊？嗯，没有。你还没发现问题是吗？嗯。那你跟我一起回忆一下刚才的题目啊。是 h 等于19/3的时候，什么情况来着 ？P
PA 撇等于 PB 撇，等于 PB 撇是不是啊？嗯，这是没问题的啊。再往下说，如果 HR 是小于19/3的时候，是 PA 撇大于 PB 撇， PA 撇大于 PB 撇是不是啊？嗯，这也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第三个你看着啊，第三个刚才杜老师怎么说来着，就调个头就行了是不是啊？嗯，对，就是 H 大于19/3的时候， PA 撇小于 PB 撇是不是啊？嗯，你觉得这妥吗？对着呢。H 大于19/3是吗？嗯。那万一 H 要很大呢？比如说 H 取80。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最高才多高啊？到 A 呢，0.2。是不是啊？嗯。你不能把 H 全区 ，A 全区都是零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对。A 全区要是零的话 ，B 呢 ？B 还不是零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但那你想。哎，这才 A 全切了也行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太小了，它是不是啊？嗯。但你能不能把 B A 全切了 ？B A 全切了，都成零了。都成零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所以在这地方应该是在小于多少啊？0.2还0.3呀？小于0.3。小于0.3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哈。嗯。小0.3，那你看着啊，小于0.3的话，但是这里面有个0.2的问题啊 ，H。不是他们要切都什么呀，去相同的厚度是不是啊？嗯，你甭考虑甭0.3了，它不可能到0.3，到0.3相同的厚度最多只能切到多少？0.2，可不可以等于？可以，是可以等于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等于它就 A 全切走，是不是？对， A 全切走 B 呢？ B 它剩点是不是啊？对吧？ B 还剩0.1是不是啊？嗯， B 不这个也是符合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但是老师 H 会不会取大于0.2？不可能大于0.2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你 A 最高就是0.2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这个半年能不能丢掉？不能。不能丢掉啊！人家上海的中考题挺硬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真的下节课见了啊！别忘了做课后在线测试题。